今天我们要开900公里，这里是江苏的，好像叫滨海吧。昨天晚上，滨海一个县，哎，滨海县。然后到北京，到明天，晚上要到朝阳区。昨天办理了那个进京证了，但是后来我又听说，有了进京证之后还有限号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限的。就是单双号怎么分呢？我还不知道。那我更不知道。我准备到晚上快到北京的时候再查一下吧。然后也听说就是有那个高德地图可以就是帮我避开那个不能开的那些路的。等一下下一个吧。嗯。那我们出发了。嗯。安全带。哦对，我导航先导。先看我一下，你拍的啊？我以为好恶心啊！安排出行，避免违章。限行区域，终点就在限行区域啊，尴尬了。更多完整版自驾游纪录片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车去非洲。